找到了，过来，往前，往前面走。1、2、3，村里的走失了，他们也开展了搜寻工作，还没搜寻到，请求所里予以支援。我就组织所有在所的民附近，马上赶赴现场。在距离他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1-2公里的山林中间，发现了他当天走失所戴的一顶帽子。我们以他帽子为中心，再次向四周发散猎迹寻找。你帮个忙也不得，找到了，过来，往小巷里面走。1、2、3，下去之后，淤泥全部就把腰没过了，要把它埋在它身上的周围的所有淤泥全部刨开，又不能使用任何工具，怕把它伤到，只能徒手刨。把人抬上来之后，看到救护车医护人员把人接走了，他有人照顾了，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，就算看到了那一样的。